下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明明看到一只海狮，有没有？干着，然后看站在桌刀，干怎么都是人？他妈，是大家都知道海狮在这边是不是？啊，看到海狮吗？海狮有没有？赶快点，不然等下消失。哎，干我点到大同公园了，他妈！哎，报废了，点不到。靠北！啊干！哎、欸，我不小心丢出去了。那也抓到，好强哦！啊！刚送我的小拇指，不小心滑到，哎、欸，抓到了！他妈的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个逻辑？就是一个手滑就抓到的氛围，对不对？看来大家都已经抓到了，要离开了。大家就跑来这边抓海狮。好，今天我们抓海狮任务成功。嗯。